我有想到这首歌拍 MV 的时候，就是导演，对，导演那时候就因为导演是比尔贾导演，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不太会演戏，可是我们却是里面的那个男女主角，所以现在有点后悔。对，然后呢，导演就说，就是叫我们两个深情的对看，然后我看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？他就这样，趁导演不注意的时候一直翻鬼脸给我看，然后我就笑场就被骂，然后导演就说你们到底是怎样的？对，而且我还很严肃说笑场下地狱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超坏，幼稚。好的，不要这样子说我的团员。好，怎样？没有啦。而且这样其实很好玩，是因为我真的不太会演戏，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导演就是让你说你要演一个什么人，我不会演，我会演白目，我超白目，我超擅长。对对，但是比如说导演说要帅一点，我就想说哦，怎么帅？这样帅？他蛮容易有喜感。对对对，我蛮容易有喜感的，但是我喜欢导演叫我做一些奇怪的动作，比如说撞墙，导演为了表现出那种。就是很心痛的感觉，心痛的感觉，到底是转过去后面一个砖墙，砖墙撞墙，我想哦撞墙这个我会，我就撞很大力，他说小力一点，我说，对我当下就大笑，然后我记得哎这个好像没有剪出来，就是导演说现在拿导演的形式大概说现在拿起你的左手比向镜头，然后开枪，然后他就这样要帅哦开枪，然后结果没剪出来，我觉得那个超好笑。我跟你讲，我想说开枪我还没这样拉回来，算不错了，好不好？你好老套哦，你几岁啊你？秘密不跟你讲啊。好。